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要游玩的天心节手游的活动是月令离歌。那我们已经找到一个西西里的行踪一，那么现在要去找西西里的行踪二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应该是风声吧，方才叫你别轻举妄动，你不听，怎么这会儿倒是害怕了？谁害怕了？我只是嫌那风声扰人罢了。谁在恶作剧？做恶作剧怎么还动真格了？都是你一帮人把风师撵走了才会这样，风师不会看着你们这些人不讲武德的。你一帮人来了，风师走了，恶作剧都不讲道理了，哪有恶作剧把人塞进炉子的？大蛇，那些灵勇是不是有毛病？抓鬼火干嘛？生个火不香吗？妹妹有所不知，鬼火啊，其实是纯天然无污染生物提取再利用的优秀能源。我们的火焰实际上来自火热的内心，我们燃烧的是我们的灵魂。何苦来哉？又要赏雪，又要烤火，莫不是打哪儿学来了那文人骚客？呆，胆敢污蔑我们，我们才没这闲心呢。他们在这儿。闯入之人的生命必将被夺去。冰寒之中，玲珑已毫无慈悲，身躯冰冷，魂魄凝结，慈悲之心已被冰霜掩盖。所以，你们是被冷死的？笑晕过去了。你太好笑了，灵勇要留下你们说笑话。找死。好冷的笑话，各种意义上。笑死好文案，笑晕。好，反正这是敌方全灭嘛。好，我们把那个晕的人他晕几回哦，两回合。你看他是谁吗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无法战斗了。北七哟，这么打的是这个，先把这个干掉。好，先干掉这个。哇、哦，他范围这么大哦。范围这么大都好办啊。算了，轻松这一只好了。打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久等了呢。好，先打这里。与我无缘。再行动。
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要抓那些游魂，还把他们塞到炉子里。粘土的身躯已被冻脆，温暖的火焰才能复苏，火焰才是灵勇诞生的地方。寒冷的躯体寻找温暖的归宿，炙热的风石出现在眼前，赞美风石难以言喻的沸腾与温热。可向着取暖的灵勇却被炙热融化了躯壳，灵勇依旧向着温暖前行，风石却得将灵勇丢到寒冷的属地，残忍无情。风使估计是风息。灵勇说他们是被人抓来的，可这冰天寒冷之地他们是怎样过来的？若我说定是与那挪移法阵有关。我们去前面看看。这边有一个法阵，好像能连通什么东西。自法阵中传来远古的低吟，谁也不知这声音从何而来。手指轻触，光雾似被激活，骤然消失，只剩下一扇大门。热浪自门中传出，纷杂的响动一刻不停。除此外，似乎有什么奇怪的家伙从门中过来了。冰天雪地竟还有如此香气扑鼻的火筒，我要吃。这怎么是鬼火烧的火筒？捉弄了野猪，青罗就不会再被传送到奇怪的地方了吧？那当然。谁？你一一大爷。嘿，鬼火烧的火筒好吃吗？该死，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给我吃这鬼东西，老子今天把你们都烧成灰。免，这只野猪好大，一起上。哦，被打那么痛啊！不陪你玩了。这边用黄埔生去打他，其实没有比较好，所以黄埔生就在这边等血变少之后再去吃血饼。哇，这么痛！哦吼！好，这边吃，好，再打。啊！死掉。
就交给青罗吧。万刃既忧。哇，这么痛！与我无缘。哦，被我，哎，他有被我封吗？没有。快打死啊！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哇，好痛！耶，你呢？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好，解决。哼，还不快把我身上的族！哈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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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咩？西西里，把小人偶传送到哪儿去了？西西里？我怎么会是西西里啊？要不是那家伙的恶作剧，此刻我还是雨神呢、啊。一想到这，哎，我那天杀的独特性啊，就那么没了呀。这家伙一定是对我下了诅咒，不然那些灵勇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凑到我身边？明明会被我的火焰融化成一滩滩烂泥，却还是没完没了的凑过来。我又不是野猪，整日钻在泥潭里像什么样子？哎呦，恶心啊！对，还有那夜灵，什么火属像是戏弄人的大师，这叫是明晃晃的在讥讽我失去了当年的独特性啊！现在又吃了这鬼火烧的火筒，还要再变一次属相，这样下去，我可就只剩黑猫和小黄鸡的属相能变了。好，这边就写首领可以重复挑战，记得每天前来获得更多施兰币。哦，那重复挑战会啊？可是这要弄自动会比较快吧？好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这是走中间。随便一个。去看看，那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啦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没有了，我真的没有了，别再找我了。咎由自取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疯魔啦？妖，你们也是妖，女妖、不行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妖，都是妖害的，我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这些妖，就再不会深陷其中不得自拔了。你自己不来，谁能困你？怎转眼就都成了被陷害、被蛊惑的了？啊哈！闭嘴！我要杀了你们！
他们刚才说的女妖是何人？你心下可有猜测？哎，这世上啊，勾魂夺舍的女妖多了，但若说是能叫人陷入旖旎幻境之中的，想来就只有那位了。这种恶作剧，估计也就只有他能想出来了。哎，皇甫堡主，要么一会儿你先去探探路。为何？你未见那女妖喜好，你去了，她势必现身啊！闭嘴！大蛇，你别戏弄她了，她去估计也会着那妖精的道。我们快把她甩下，走。我的幻境怎么被破了？难道是西西里？搞得我镜子中到处都是那些没脑子的男人，害我只能躲到这又冷又破的石窟中，还不够吗？不行，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跑了。韩无沙，没想到连你都成了他的帮凶。什么帮凶？别解释了，今天我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你戏弄了。韩无沙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不也曾有过一只蝎子的中仆？他人呢？呀！头脑空空，光有皮囊有什么用处？终究不还是会被抛弃？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有蝎子的仆人，什么有这回事？我怎么没印象？有吗？冰帝五星，太扯了吧！韩无沙，小心点儿，这些家伙的力气可大得很呢。他们不过是白费力气。藏在阴影中看不见，免，连身体都没有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果然，这世上能靠得住的，只有自己。哎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哦，他自己过来了。哦，你自己过来就好办了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姨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刚才按东西啊，没按到，不好在。梦中此生。哎呀，离开这个冰窟哦。柔情世故，幻梦中此生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结果他没有帮他挡啊 ！GG。然后我们刚刚回旗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，等一下，被动代替相邻一个承受法攻，主动护卫，并获得蛇鳞状态区两回合。依依在这儿呢。可是那看他放什么法术啊？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依依在这儿呢。
这样是不是没用？等一下哦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这不行，打不死你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但梦终此生。可以的，应该可以打赢的。有了。终于。小焕焕怎么这么大脾气呀、啊？哼，西西里把我那镜子化作万花筒，放进去一个男人就变成千个万个，还一模一样。这事儿落在谁头上不会发火？哈哈，一模一样的男人。不过西西里的事儿，你迁怒到姐姐头上可就不该了。毕竟姐姐也是要找那家伙算账呢。啊，你不是他的手下？我还以为你是西西里找来戏弄我的。哎，又搞错了。妈，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和你打了一架，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他算账？哎，若我那镜子没坏，倒愿意同你们走一走，可现在……走走走，修镜子去。一团光雾悬浮在半空中，冰冷地注视着什么。周身的寒气怎么消尽了？哎，这不是镜子变回来了。OK， 就这样啊。OK， 好，被同盟哦，同盟，然后被同盟，变成同盟之后可以干嘛？哎，那我们投入锅中熬骨汤。好香！这到底是什么的骨头？何必去思考那些枯燥无趣的规则束缚食材的选择？在食物的世界中，美味高于一切。骨头汤，骨头香，一天一碗硬邦邦。什么声音？从那边传来的。骨头汤，骨头香，一天一碗硬邦邦。骨头汤，哪里来了骨头汤？人家可久等了呢。这应该很简单吧？好，骨头汤，骨头香。一天一碗硬邦邦，邦邦，谁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到了这来了？这下正常了，就猜那骨头汤有迷魂之效，这让你们嚷嚷出这打油诗，倒也有趣。这，不不不，您是？哼，韩无沙，想来你有这么一问，是知道我名讳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要守着那城呢？速速到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想来你没了那碗骨头汤，可不会再硬邦邦了吧？这个，细说起来，程骑士和阁下您，多少还有点渊源。哦，不，是和阁下您早年认识的人有关。哦，
这么说，再联系那不知所谓的古怪名字，想必就是明皇丹音了。阁下高明，阁下高明。不要称呼我阁下，我们都是妖，哪儿会有这么多规矩呢？你要不然给我们带路，好不好呢？哎呀，这个，当然好，当然好，我这就来带路。哟，这城里怎么这么大的尸味啊？难不成西西里是在这里炖？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美人，发生了什么？去看看。哦，油锅已备好，温度尚可。好，准备下锅。这怎么还排队下油锅了？是谁？虽然都死了一遍了，也没必要这么对自己吧？怎的还炸上了？休得胡说！这是西西里传授给我们的伟大仪式，只要进入油锅，熬上7749天，就能超凡脱世，重获身躯。哎，不对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糟了，还来了个咒食兵，他不是应该只能在城外？这是要来当封牧使？大事不妙，抓紧下油锅，不然都不得超生了。封牧使？哎，那边。不好，被他们发现封牧使原本的位置了，快拦住他们！老大，你去哪儿？看来带着这咒石兵确实有用，我们保护他，让他到那个位置上去吧，或者又会有新线索。他不是硬邦邦吗？还要我们几个姑娘家保护，真是。人家可久等了。设计师脑子有病吧？靠北，超靠北的。这招什么？移形剑法。啊，移形剑法，我移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要保护他。人，不，鬼，我的鬼呢？怎么被封起来了？哎，这不是？怎么了？地动山摇的，前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去看看。定不辱命。油锅都热好了，你就这么丢在这儿，好像有点可惜。要不你进去试试？别！你们不是要找西西里吗？我告诉你们怎么做：顺着这条路下去，有一盏油灯，倒进油灯便会被点燃，西西里见到烛光便会归来。嘿嘿，等你们找回了西西里，有你们好受的。红烛台正在等待点燃，无需任何火焰。在那些油脂被滴入灯台的刹那，一股奇异的火焰便燃烧了起来。每一个在旁边观看的人都能感受到，那油灯正如心脏一般跃动。
这应该也是 BOSS 吧。唉，这西西里怕是我的旧人，此次我就不出手了。咩，说好一起应敌，哪有你这样的。无妨，既有龙妖在此也差不得多少。哟，没想到你顶着这副面孔还怪会说话的，倒是堪比那夏侯。闭嘴。嘿嘿，油灯已被点亮，看来一切已准备就绪了。嘘，西西里，他来了。嘿嘿嘿，那些尸鬼想必已成了灯油，这回用这等灯光照亮着城池，随其影而动，想必就能寻到传说中留在城内的创命法阵了。目如暗星，手生双脚，没错，是西西里，我定要报复他将我幻境做万花筒之仇。灯油是假的，城也是龙妖的幻象，这下该算是捉弄到西西里了吧。谁？谁在说话？小幻幻，快快动手。呀，喂，说好的偷袭呢？哪有你这样的。嘿嘿，人心皆有惧。原来是单音哦，他也不是西西里啊。一在这儿呢。你哈，嘿，嘿。人心皆与我无缘。哇，帅！休息几回合，两回合。幻梦终此生。哦，又召唤。人心皆有。气死我啦！召唤个屁！哇，这个邪力技很潮哦，不然再加攻击力，吼。人心皆有惧。站远点。幻梦终此生。一在这儿呢。好，就这样。我靠，不是吧？哦，痛。人心皆有惧。再见。幻梦终此生。哼。还真是你，你这醉心创命的，何时还成了西西里？你有这闲心，自己就能创命了，还找什么创命之术？瞧你这仰仗崩缠惯脚之行，还每年必有一时不知所踪，开始怎就没想到是你呢？此乃萃取生之力大法，不可污蔑。大法，跳虫小技，如何以玩笑区分？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若要杀便杀，不杀我便走了。你有尸还之法，杀你有何用？等等，你的油灯。不，现在是你们的油灯了。想来这法子是不会管用了，天时已过。天时？不过再等些时日罢了，对我们而言时间毫无意义。妾身只是望先生有朝一日真能识破这天地创命之秘。毕竟啊，我这等生命也不知究竟从何而来。若有那日，我或来寻你。哦，所以我们还有两个关卡要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宝箱。他有什么宝箱没捡的？这个，嘿，也是宝箱，看到了。我就知道我行，我厉害。还可以拿吗？我每天都会。好，你给我的字没有了。你都开自动在打他啊、哦？真假的？那我开一下自动，开一下自动啊。好，今天应该到这边而已吧？还是我还有锦囊？我还有吗？怎么看有没有还有没有锦囊啊？对，没有，没有锦囊了。好。先打这只，那今天这只都差不多到这边了。